被法师诸位传统文化同道，大家吉祥。我们上一次是一起学习到第十二页第十四句当然这句子古人首先从自然现象来展现因果这个真相三自其高。而云雨起焉，都是很自然的现象发展了。水自其深呢，而蛟龙自然会生焉呢。那君子能自其道，而德则流焉。当然这一句是很重要，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许我们在自己的道德学问上下功夫那仁德恩惠就能流布四方我们以师长为例老人家十几岁就在想着。怎么让苍生呢？能过上好日子，能读上圣贤书，而且非常用功，真的曾经遇过师长高中的同学，南京高中的同学。当时候他们都差不多快90岁了，他们提到对师长的印象，就是下了课了就到图书馆看书了，他说他们都赶快跑去玩了，所以都很积极在学习，当然。后面到了台湾，人生的因缘都跟师长的愿有关了想要利益苍生，最后遇到三个好老师了尤其当然师长是说这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啊。大家从因缘去观察，确实如此。首先先入为主师长老人家二十几岁之前呢，对佛教产生误解那当然这个误解四众弟子也是有责任的。那后来是因为遇到方东美教授，他最佩服的哲学大家，来跟他说明白，佛教，不是宗教，不是迷信佛教是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把他引入了学佛，后来又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建议师长学释迦牟尼佛，这样对众生呢更有帮助，所以你看每个老师的指引都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但是能感应这三位老师跟老人家的愿心有关。你看，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因果。那我们
有共同的缘，就是我们都跟着师父上人学习了。但是每个人的受用不同，万法因缘所生，有因有缘呢，结果啊，每个人受用不同啊，那是结果。可是缘一样哦，所以在因上呢，就跟呢发的愿有关系了，所以在佛家有比喻啊，上天下雨了，天无私覆啊，老天爷公平了，他没有说一下雨了啊，这个我喜欢薰衣草啊，就给薰衣草多下一点了。他没有这个心念了，他公平的下下来了。可是这些植物啊，吸的水分不一样了，根扎的很深很广的，它吸收的多了。你一根小草，它根浅了，吸收的少了。这个比喻啊，很具象啊，可是我们很容易啊，依自己的感受来判断事情，那判断老天也不公平了，判断佛菩萨不公平，我也遇过一个同修，他跟陈德说啊，阿弥陀佛比较疼你啊。你看我们学佛了，很容易相信自己的意思了。我跟他说，你讲这个话会下阿鼻地狱的。他说有这么严重吗？我说因为你这句话叫侮辱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平等慈悲呢，哪有说对谁比较好？所以同样的，当父母、老师，都是要平等对待孩子、学生呢。当然学生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感受，就觉得父母、老师偏心了。修学的路上啊，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啊，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啊。问题不在佛菩萨那边，问题在我们这一边。就好像我们觉得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我啊？那阿弥陀佛是虚空法界接引导师啊。我们的这个愿很切了，真性切愿，一定感应他来接他了。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常跟大家交流，修行呢是改心呢，改变我们一些思维的习惯。我们很容易就觉得都是他人的问题。都是境界的问题，很难第一个念头啊是反思，应该是我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事，人事境缘，它叫缘呐，从万法因缘生来讲，他们都属于缘，不是真正的因，真正的因呢？在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要会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相，万法
因缘所生。缘是次要的条件呢，因才是主要的条件，所以不能把责任呢推给他人呢。所以这一个主题啊，知因是果啊，因果在哪？就在我们面前呢。哦，我们看师长老人家积了不少阴德啊，有阴德者必有阳报啊。啊，老人家命中45岁，哦，那延寿啊，翻倍啊，这个在历史当中啊，不多见的。啊，有隐行者必有昭明。啊，老人家德行高尚啊，还慢慢，他的名声呢非常显著。老人家真正呢，啊，声名远播啊，也是在60岁之后啊。哎，这个大家都要会观察。厚积薄发，包含我们很熟悉的海庆老和尚、海贤老和尚，默默无名，有隐行者啊，这个隐就是人家不知道。哎，但是，时节因缘到了，啊，那他们的德行，就会流传开来了，必有昭明啊。哦，那这个怎么积德呢？文昌帝君英智文说道：“欲广福田，须平心地呀。福田靠心根呢，行时时之方便，做种种之因功啊。哎，只要我们的心上都想着别人。”给人一些方便呢，啊，那行善很多时候举手之劳啊，只要我们有利人的心呢，啊，比方说在马路上，哎，你看到一颗大石头，啊，这有时候人家骑摩托车、骑脚踏车不小心啊，没注意到。突然看到了，没闪过去就跌倒了。哎，随手之劳就把它搬出去了。哎，这个都是应得啊。啊，所以啊，我们学传统文化，我们的命啊，还让算命先生算得很准啊。那就白学了。哦，不知道大家学了之后还有没有去算命啊？哦，我是没去的啊。哦，有一次一个朋友热情的不行了，啊，一定要带我去。他说：“我给你出钱。”啊，这盛情难却啊。我一答应了，哎，还是很不舒服。啊，哦。后来又给他打电话，算了吧，我还是不去了吧。哦，后来是没有去看啊。哎，哦，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会看风水，会给人家看的，这个
要把父母祖先呢葬在哪啊？他很厉害啊，刚好啊，他赶山路啊，遇到一户人家啊，他已经渴得不行了，赶紧给他要碗水喝啊，结果这一家人也很热情啊，赶紧给他端水过来了，水一端过来，这个水里面有糠啊，米糠啊，那他要喝啊，他得先把这米糠吹走啊，他才能喝啊。哇，他渴得要死啊，他边喝边在那里很不高兴啊，给杯水喝，给我这么麻烦，还要吹半天才能喝一口，他就有点不高兴了。然后就想，给他们家建一个不好的地方，葬这个老人，这个先生脾气也挺大的然后就跟他聊啊聊啊，就啊，你们家里老人去世了可以葬在哪个地方？那这一家人呢也挺善良的也不疑有他就真的照这么做了。后来呢，这个人呢，过了几年之后又经过这个地方了，心里想，我去看看这家人的下场怎么样。后来又去看了，哇，这个家很发达。他很惊讶了，怎么会这样呢？后来就跟他聊这个你们给人家水为什么还要撒个糠呢？他说那赶路的人都气喘吁吁的，你那个水一端来，他咕噜咕噜，喝得太猛了，会内伤啊。会呛到你给他撒个米糠了，他得吹呀，他的心情就缓下来了，而且他也不可能大口喝了。你看他考虑得很细呀，这个欲广福田呢，须凭心地。所以。这个看风水的人给他建议不好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风水会变的这种故事听好几个了包含文昌帝君前世姓张他对父母非常的孝顺这个母亲去世了在墓旁守孝三年结果后来下了大雨整个他母亲的墓地都变了那个整个风水就转过来了。好，这个是我们顺道提一下这一句其实也是让我们呢，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人我们成长过程有不少邻居同学心地特别好的，我们看看他现在的发展自己就更能相信因果了。我们看第十五句。上慢下报，道师伐之矣漫长毁道，野龙毁蝇。首先提到了居在上位的人呢，轻慢疏忽；在下位的人呢，暴虐凶残。
那这样的朝廷情况啊，国家情况啊，哦，那这个盗贼啊，就计划要攻打了，啊，他起了歹念了。但是也是因为啊，上慢下报啊，招赶来的。你假如君臣一心呢、啊，那谁敢来侵犯呢？啊、哦，所以孟子有说啊，人必自侮啊，然后人侮之啊，啊，家必自毁啊。而后人悔之啊，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啊，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招感。哎，人家为什么侮辱自己啊？可能我们自己不够自重啊，啊，招感来别人的侮辱了。家必自毁了，可能夫妻不和了，家里不和了，啊，才招赶来人家离间的言语啊！哦，你看《论语》里面有说的：“孝哉，明子谦呢！”啊，人不见于其父母坤弟之言呢。啊，他家人很团结的，这个离间的。言语啊，进不来。你看明子谦那种心境啊，后母虐待他，他不往心里去啊。哦、他的父亲发现后母虐待他，啊，用芦花给他做衣服啊，非常生气啊，要把他后母啊休掉、赶走啊。你看明子谦说什么？哦，母在一子丹呢，母去三子寒呢，他都想着这个家，想着他两个弟弟了。你看这样的兄弟感情、家人感情啊，人家破坏不了的。所以禅不自来啊，禅言不自来啊，因疑而来啊。你有怀疑亲人呢、啊，或者怀疑啊下属啊，或者怀疑领导了、啊，甚至于怀疑自己老师的，哎，这个离间话就能进得来了。啊，见不自入，趁隙而入啊。啊，这个离间的话。不自己入啊，我们有空隙了，哦，有成见了，啊，甚至有记恨了啊，这个就有空隙进来了，哦，哎，家庭被破坏了，哎，很可能呢，都还是先夫妻啊，先失和了。哎，我遇到啊，一位90多岁的老人呢、啊，他呢，夫妻离异了，啊，他恨他先生呢，恨了几十年了。哎，后来有个佛友啊，跟他谈话，哎，就谈到啊。他自己家庭的情况说到啊，他呢家里啊把自己姐妹的孩子通通接到家里来了，大家想一想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也要考虑你另一半的感受啊，哦，
你做的事很有道义啊，可是你不能因为你要帮助你的姐妹、你的这些外甥、外甥女，你就忽略了你另一半他的生活啊，他的身心状况啊。你看你们家常常都住这么多人，那你的先生啊、夫妻生活啊，这些种种你都没给他考虑了，他积呀积呀积呀，积到一定程度受不了了。所以这个道友就提醒他了，你的责任啊，你都没有体恤你先生啊，才会造成那个结果啊。哇，他突然一愣，哇，他恨了几十年了，其实他也有责任啊。其实我们很难在发生的事情当中啊，有观察到自己不对的地方。没有觉得自己不对啊，就会很怨恨他人。所以这个忍辱啊，其中有一个叫凡忍啊。黄念老教六忍，一个凡忍。朱子治家格言说的，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啊，去平心暗想。很有道理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夫妻相处啊，会闹不愉快啊。我想大多啊，双方都有责任啊，会闹不愉快，而且闹很久啊，半斤八两啊。首先呢，双方的心量都不大，只要有一个心量大了，叮叮当当不起来的啊。那可能我讲到这里就有人问了，那假如真的发生呢，只一方不对，另一方都没有错，那这样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啊？比方说父子关系都是父母错，孩子没有错，那这个孩子会成为圣人，吃亏是福啊，没有吃亏啊，完全没有错，还继续善心对待家人，那就变成大顺了，是吧？夫妻都是太太错，自己没有错，那你就变苏格拉底了。好像有这个故事吧。好像苏格拉底的太太很凶很凶啊。你看他能包容一辈子，他就变成大哲学家了。吃亏是福了，没有吃亏的了。所以国必自发，然后人发之。国家一定是自己先内乱了，人家看了才动坏念头啊，来侵略了。好像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国家被侵略了。但是啊，这个君王啊，还是反省自己，你看。我们先君在的时候没有人侵略，为什么我在的时候有人侵略呢？他是自己反省了，检讨。哇，他底下的人看了很感动啊。后来呢，这个侵略的国家听到了他的这种心境做法，
就退兵了。哦，历史当中这样的故事不少啊。我们看接下来要具体啊，举一些例子。所以什么事啊，都离不开招感、感应。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朋友也是招感来的。包含大学里面讲的，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代表什么？你下属也是招感来的啊！舜有臣五人，天下治啊。他怎么可以得到这五个德行、能力这么高的人？他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心招感来的。武王有乱臣十人，有十个很重要的大臣来帮助武王啊。那我们今天当领导的，哎呀，我怎么都没有好的干部来啊？那你继续抱怨，更不来了。你越抱怨越没福报了。有德持有人。不只是国家团体是这样的，家庭也一样。你有德行了，你招感来很好的另一半了。所以我们《诗经》第一首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一首诗告诉我们了。这是文王，他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啊，他能感召太姒啊，这样贤德的女子来辅助啊。这第一首诗所以我们现在在场都是学传统文化的佛弟子啊。我看到不少年轻人应该也有未婚的。你要感召好的另一半，那你要发愿组佛化家庭啊。然后感召来的另一半培养传承中华文化的人才。你要发这个心啊，就有感应了。好，到时候没感应哦，不要骂我哦。可能是力道还不够啊。那假如你真的很用功了，还是没有，代表你有出家的命啊，可以考虑考虑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你说我一定要在家，我一定要出家。那佛菩萨看你这么一定要这样，他就不好建议了。所以佛菩萨安排，你有出家的愿，可以发出来。一念遍虚空法界，佛菩萨都收到了，会安排啊。但是你的因缘，出家在家度众生，这个每个人的缘呢，不一定一样。你看稻盛和夫出家了，可是后来缘分呢，他要以在家身份立众啊，众生得的利益更多，义无需求。
不惜以求想，那喜欢不喜欢通通放下，亦无比我唯愿之想，舍离一切执着啊。因为他以大慈悲利益众生的心呢，舍离一切执着。你看稻盛和夫当时候假如执着，我是出家相呢，出家相比较高级，我才 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尘世间呢。那他后面就没有那种这么大的教化影响力了。所以这些善知识都给我们表法了，不着相啊，看怎样利益众生最好。好，底下说到了漫长悔道这个漫长呢，就是呢财物啊没有妥善收藏就是财富啊很张扬，哇，你买个房子很大装潢啊很奢侈台湾有一个有钱人呢，最后败得很明显，很快速。谁我就不说了隐恶扬善他拿黄金做马桶那是太炫富了吧？大家想一想他这么做会赶来什么小偷光顾了，甚至更严重了，可能会挟持他或者挟持他家里的人呢。叫绑架，给他们家勒索钱呢。所以这一句很提醒漫长悔道野荣毁盈这个野荣就是打扮得非常妖艳的你会引来淫乱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老祖先考虑事情他防微杜渐而且防止众生呢起心动念我们穿得很铺路了饮食男女人是大欲存焉呢人本来就有这种欲望哇你又穿得很暴露那不是让他起心动念吗所以古人都是会考虑不要让人家起邪念的所以了凡四训里面有提出来我们有传统文化影响的人他怎么考虑事情呢他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他不会只看眼前他会考虑有没有副作用有没有流弊问题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能只考虑一时要考虑长久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不是考虑自己，要考虑天下人。哦，我今天做一个不好的行为啊，可能会带动不良的风气呀。你看我们的老祖先，他的文化涵养表现在哪里呀？表现在衣冠文物啊，衣服是一个文化的表现呐。哦，你看衣服，雍容、大度啊，大家看过《孔子传》没有？哇，你看那个衣服啊，袖子很长啊，哎，看起来胸量很大。看现在人穿衣服，哇，都得穿得紧紧的。大家知不知道啊？一条牛仔裤啊，哦，它制造的过程啊，它浪费好多的水啊。哦，那个对环境影响非常大。哦，而且啊，一些这种裤子啊，那个穿起来都很紧身，首先对自己身体不好啊。我们的衣服都宽松的，传统服饰啊，这个讲究养生啊。你穿那么紧啊，那个血液循环都受影响。哇，你看现在有衣服啊，这个肚脐这里啊，通通没有遮了。哇，你看那个风啊、寒啊进去了。哎，它对身体很不好啊。再来。这个风气一开啊，你看这些穿着啊，你说一个女子穿得很少进了办公室，你说这办公室的男同事啊，这办公能安定吗？啊，除非他有禅定的功夫了，啊，好，这个都要考虑。对他人的影响啊，不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这样不是人都慢慢都自私了吗？大家去观察，比方说这个公众人物，他的穿着、他的行为举止啊，很不妥当。他一这么做啊，很多年轻人就效仿他，一下子风气大变。哪个人我就不说了啊。我们去观察，我成长过程这几十年呢，看了好多了。啊，你比方说有个歌星，哎，唱的歌曲都不错啊。可是他的装扮呢，非常怪异。结果呢，好多年轻人都学他，最后出意外了。哦，都有他的原因的。哦，所以师长在讲经的时候有强调的。啊，你今天。做的事情啊，给太多人不好的影响，这个因果很重啊。哦，谈到结罪，你这个罪啊，啊，怎么结的？啊，比方，哎，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弘法的老师呢。结果呢？你嫉妒他了，毁谤他，让这个地方的人对他没有信心了。那这个罪，
怎么结的？看看呢，啊，比方说，本来这里啊，有1万个人跟他有法缘，啊，你毁谤了，坏了这一方的缘呢，你跟1万个人结了罪业了，啊，你断了1万个人法缘呢，哇，那这个麻烦了，啊，可能这个老师不跟你计较啊，但是你这个罪就跟1万个人结上了。这个要堕阿鼻地狱的啊，所以为什么师长要讲《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因为可能看到道场里面呢，啊，会嫉妒啊，会毁谤啊，啊，老和尚慈悲啊，大家到了道场那么好积功累德的机会，不能造地狱业呀。啊，特别讲的这一部经，哦，这一部经啊，就是讲到有一群呢，都出家了，可是听经啊，都听不明白啊，很难过啊，去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把他们呢，通通带到佛陀面前来，佛就讲了原因了。哦，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听经都听不明白啊，当然有可能是我讲不明白啊，这个是我要先检讨啊，再来有可能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呀，好像有业力呀，哦，这个时候要忏悔啊，这个周利盘陀劫。他听不懂经啊，一听就忘。哦，后来佛慈悲啊，让他去扫地啊，边扫的时候啊，在那里啊，念一首偈呀，这扫地扫地是扫心地了啊，哎，念一首偈，最后也开悟了。但是他那个障碍也是因为他前世令法得到的果报啊。啊，佛49年所说一切，从世上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所以佛就告诉他们呢，你们前世啊，有2个出家人法缘很好，你们一起毁谤他们两个了，结果就断了这一方的缘分，你们死后啊，就堕到无间地狱啊。在地狱待了1800万年了，这1800万年了，之后又出到恶鬼道，之后再到畜生道，最后当人呢还是愚痴啊！哎呦，这样的故事听完了，头皮发麻。你看毁谤，啪一句话出去了，几秒钟啊，因小果大，那受苦，哎，地狱1800万年，地狱是度日如年啊，啊，一日死生呢，地下每经万变呢，这个《劝发菩提心文》讲到生死苦啊，地狱不能去啊。阿罗汉想到以前堕地狱的情况，光想而已，还没有受那个罪罚，就流血汗了。你看，光目女啊，她的母亲啊，转世成那个婢女的小孩。这光目女问母亲啊：“地狱什么情况啊？”连说都说不出口，太苦了，太惨了，所以不能造三恶道的业了，我们是要出轮回了，不能再造轮回业了，
好，所以这两句呀，提醒我们呢，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他人或者社会不好的影响，不要去招赶来不好的因缘。你今天穿得很暴露，然后又半夜出来，那半夜都是哪些人出来晃啊？很可能有一些本来品性就不好的，你又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很容易他的邪念就出来了。好，那当然呢，这一句延伸开来那我们做什么事能够敏锐要给人家好的影响，不能给人家不好的影响，防止众生呢起心动念。有这一份柔软的心呢，我不能让人家起不好的念头，同样的也不能让人家误会了，你让他误会了，他是生烦恼了，比方说常理举要说的，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呢。你刚好走过人家的瓜田，人家远远在看着瓜田呢，你刚好蹲下来在那里绑鞋带，人家这个农夫一看，哎呦，他是不是在偷我的瓜呢？李下不整冠，这个李树很低呀，长了这个。果实那你在那里整整你的帽子人家远远一看，哎呦，是不是在摘我的李子你就让人家生烦恼甚至于误会了，把你抓起来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古人在考虑事情不要让人家误会了。包含家庭里面这个男女的相处为什么古人说男女授受不亲呢几十口几百口人住在一起男女的相处假如没有礼节分寸呢可能就会让人起心动念了大家看现在乱伦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他不说理了。理呀，就像这个大河的堤坝，你今天把堤坝给拆掉了，怎么可能没有水灾呢？这个大水就冲出来了。所以我们近代不了解礼教的功能。古人治理的看着深远现在社会这些乱象值得我们深思好我们看下一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弗可患这个天作孽可以是自然的灾害也可以延伸我们过去生造的业过去生造的业这一生会现前你看市长
45岁啊，可是后来他延寿了超过一倍啊，这个叫天作孽，犹可为啊。啊，你看李宗避震，他们那个地方地震呢、啊，你看震到他家了，这个地震变成两条线了，过了他们家又合起来了。共业当中有别业啊，哦，哎，有一个女士啊，对她婆婆很孝顺，结果有一天做梦，梦到神明告诉她，你前世业很重啊，你这一世啊，要受啊雷劈的果报。醒了之后，知道自己前世造的孽了，好，然后啊，他知道哪一天呢？他就自己啊，离开家，啊，跑到田野里面去啊，生怕呢，哎，会不会伤到自己的婆婆啊？因为雷劈嘛，哎，结果后来啊，他没事了，神明告诉他，你这一念呢，都是为你的婆婆考虑啊，你很孝顺，你这个业转了，哦，所以你看，他本来要受业报的，转了，啊，你看了凡先生也转了，于静义工也转了，啊，甚至你是一个团体的负责人，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可以转整个团体国家的业，这个天作孽犹可为啊！啊，我们看清朝的历史记载了，啊，康熙年间大旱，哇，好多省份通通没下雨啊，这皇上亲自祈雨啊，祈雨。很辛苦的，会伤到身的。哎，康熙皇帝忏悔自己，带着文武百官祈雨，都要写罪己文啊。哎，他忏悔完了，回到宫廷啊，哇，好多快马加鞭送来的啊，这些上奏文件。都是哇，哪个省下雨了？那感应的速度都很快啊！哦，我们现在看呢、啊，好多国度有灾难呢、啊。当这个灾难现前，这个领导者的心境非常好啊！哦，全心全意去救灾啊。他这个心念呢，很可能就感动全国啊，有可能这个国度就转祸为福啊。所以老子说：“祸福相依啊，多难真的可以兴邦啊。”哦，所以这一句“天作孽犹可为”很有味道啊。哦，那自作孽不可活啊！我们看末代帝王，他福报那么大，可是自己祖上的创的这个朝代都被他给搞落、搞毁掉了。你看周幽王，他身边多少圣人啊？比干呢？箕子、微子，哎。他自作孽呢，这些圣人也帮不了他了，这福可换呢，逃避不了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你假如现在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不顺了，我跟大家保证，你现在很不顺了，你这一路以来啊，好多贵人呢，
甚至于佛菩萨在帮你啊，一定是我们啊没有接受提醒，接受劝谏，才会越搞越差。这个我有观察过啊。佛菩萨真的是同体大悲啊。好，我们刚刚比较晚开始啊，所以现在补五分钟啊，哎，好啊，那今天时间也到了啊，因为很多人要赶着上班啊，我们就先到这里啊，不然这个拖太久，人家要上班呢，这个心脏都砰砰砰砰，这样会折我的福啊。这个玉广福田，虚平兄弟啊，希望我今年增胖计划能够成功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